走吧。黑森林，你没有选择与别人同行，而独自踏入了德玛夏的荒野，击杀你遇到的每一个搜魔人，并解放所有能够解放的法师。我开始要在丛林里面冒险了，走吧。找到并解放被捕的法师。OK， 来吧，来吧。我在等待重回都城复仇的机会。在此之前，我需要补给啊。搜魔，这树林中搜魔营地有充足的啊，去抢。走吧，对不起，你是什么？哎，等一下，我可以用他技能吗？可以，不知道是干嘛用的哦，附魔。我锁链变成红色的了， Shift 加左键，这个应该能直接过来，这也能直接过来， Shift 加左键走。等一下， Shift 加右键我偷一下，这个也偷一下，有什么用？对，没啥用，其实偷一下没啥用，其实没有什么大用，不是很强的东西，可以击中树木制造墙，去打死。妈，哦，火完之后是冰，走吧。Boss 吗？小 Boss。我去，为什么只掉一点血呀？哦，我懂了。哎呀，没用出来，对不起。但是他的魔法也能对他造成八点伤害，也还好。它还涉及到一些元素的克制关系，真的是。试一下，它这个招好像是这样的，对，哦，哦哦哦哦，没有冰壳了，哦，没有冰壳还会，哦，这设计有意思。没有冰壳，普通攻击伤害也会变。半血要净化是吧？哦，没有，跑了。OK， 了解，有意思，有意思。这是什么？物资，30块钱啊，不知道怎么了。哦，了解，被关着了。OK。救他们！哦，对不起，我操！哦，哦，把为什么把那些魔法的生物也运走了呀？重击的话还是不太灵活，
小伙子，谢谢你，面纱之女啊，祈祷应验。OK， 没事吧？有人受伤吗？好的很，这跑回家没问题。跑回家不如加入我们。我要割开搜魔人割喉，我们不是士兵啊，小伙子，没人打败搜魔人，你别犯傻，跑吧。都抖了，哎，有一个啊，哎，拿小药瓶。如果你去打啊，给了我瓶药，治疗药水，自己做的，祝你好运。OK。我还以为有更多人奋起反抗呢。像雷拉尼这样的反抗军战士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难能可贵，或许我不该这么快的拒绝他。嗨，药水瓶，塞亚斯随身携带一个药水瓶，可以回复啊，使用次数有限，后续可以重新装满。OK， 三个 OK， 了解了，容加容错的，走吧。这是干嘛的？你找到了一只走失的银翼龙群宝宝啊，把他们都解救出来吧，了解了，有意思，走吧。哎，你怎么啊，出事了，没有运过去，都跑了，看见没？他这个纸看这边有没有隐藏什么的，没有，能上来。嗯，果然还是要多探图啊。这边呢是什么？科佛说在林子里的废墟有钱可以搞符文战争的古代遗物，吃晚饭的时候告诉我的，我没完全听进去，但记住重要部分，这钱好赚。我说我要去，你知道老头什么反应吗？他笑我，还以为这笑话有多逗呢，说我没那个本事，但他错了，我算术很行，他认为这不是那种在外面用得上的本事，我猜在他眼里去外面闯荡就得会打架，所以我拿出仅有的积蓄雇了两个人，身强体壮但算术不行，这样我到时候就可以拿到更多分成，看我是有脑子的，瞧好吧，客服。这应该是个连锁的，你这是一个故事的开头，到底有没有赚到钱，有没有拿到古代遗物，你不说，到时候再说，看到再说吧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老鼠妈妈，一下就能死呀、啊？哦，这样可以回来，了解。哎，路上有古代魔法气息，食人花，走。妈妈，妈妈，我的妈！哎呦，妈妈！真奇怪，没什么奇怪，如此强大的魔法能量，怎么了？要打 boss 了是吗？救命！救！好痛啊，这个老鼠，好烦啊！吃一口，30。娃走了，在废墟走丢了，告他不简单，啥也不听，今早一声没吱就走了。娃他娘愿他安息，死后就是俺照看着娃，没想过当娃他爹，娃也没管俺叫我爹，但俺得管他，俺可能严了点，娃是好娃，好的时候是好娃，真是多余讲啥子古代有他那性子俺还不知道吗？俺不信鬼不信神，但求求长翅膀的娘娘保佑啊！长翅膀的娘娘保佑，说的应该是飞翼守护神，也就是凯尔和莫甘娜、
别让俺家玩死了，家里的口粮俺全带了，俺去找他。哎呦，这父亲，说白了就是，那森林可能太危险，进去可能出不来，所以说就不让他去。又是你，哦，可以，第二次打，啊，有新技能。我去，是吗？也不是，其实，哦，算了，是，怎么打？哦，你来了，现在还觉得你不需要我的帮忙吗？雷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招揽你，我绝对不会放弃的。用这个禁魔石法术吧，那只野兽的怪弱点是火焰。哇，这扔的真准！呜、哦，好大的威力！怎么用？装备法术 ，CS 可以装备和使用此前从魔法能力复制的能力。这些法术在雷拉尼桌上，虽然复制的技能是免费的，但使用法术需要消耗法力值。不同法术会消耗不同法力值，物理攻击。哦，了解。所以怎么用啊？就这里，了解了。哦，没法了，就这么点法呀？不是我蓝天好少呀。好，可以用了。这么打。办，解锁成就永霜。法术效果如何？不可思议，你自己制作的？没错，只要加入你们可以做几十道。嗯，我知道我可能会拖你后腿，但我们也掌握着你不会的技能，只要同心协力，我们就所向无敌。我觉得问题是我们对于起义的看法不太一样。我也注意到了，你想用战斗将一切付之一炬，而我们想为建设更美好的未来而活下去。但我认为你还是要加入我们，我觉得你需要我们的力量。我得承认你的法术可以真是不可思议。好吧，我会加入，但有一个条件，你们要帮我杀了埃尔德雷德免位。搜魔人的首领就是盖伦他姑妈的丈夫。嗯，大家能不能搞清楚这个逻辑？嗯，不错，不从根源上入手，发动几次起义都没有意义。国王死后，埃尔德雷德就成为这个王国最有权势的人。他把我扔进监狱，我要他拿命来。你们可以帮我，这任务很危险，需要许多时间来详细筹划。但只要我们各自发挥所长，就一定能够完成目标。那就成交吧。你们协助我杀埃尔德雷德，我会接受你们的命令。欢迎加入反抗军塞拉斯，快，我们会迎你去吧。OK， 黑森林。OK。所以你是怎么学会在禁魔时刻印法术的？卡拉的主意。卡拉？搜门把抓走了，救他没成功。他的智慧对抗尔德雷德发挥宝贵作用。我只希望他能安好。花回来能让我试试你制作出来的法术吗？当然，给你，你可以加入武器库中。OK， 了解。哦，看一下 ，Z 这个元素。哦，每个元素都有一些技能啊。我这边只解锁了火元素的，火元素解锁挺多了。火球、燃烧，嗯，这两个都有。这个是什么？不知道啊。这个碰到我，但是没解锁，不知道是啥。哦，哎，不知道。冰只锁了，解锁了一个。对，我这边的话，远程的火燃烧接触敌人造成伤害。OK， 我这边这个火球是有的，我还可以学一个冰锄。
使用禁魔石 OK， 然后就可以加个法力值，把这个天赋点了。对，这是回血的东西，这样就可以了，没钱了 OK， 没钱了，走。雷拉，你的导师一定为我创造足以摧毁。我要和雷拉你谈论解救他，要救卡拉啊。行，那先问一下，没有实力救啊？那我们救，知道你可以，也是一次很好实践。实践团队合作 ，OK。你可以与藏身，你可以在藏身处与你的盟友展开对话选项，了解他们更多状况。可用的新对话会图标是部分对话是现实出现的，了解 OK， 那就先到这儿吧。也玩了45分钟了，我分个批，我去那个吃口饭，回来继续玩，好吧？那我们下批再见，拜拜。